啊，跟着人家有什么，跟着其他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样子。那首先啊，这个我想邀请我们的会长，我们的陈英智陈会长，所以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陈英智陈会长，谢谢。校长，感谢校长，还有我们所有北青国中的家长，那个大家晚安，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令智，那我是我们北青国中现任的家长会长，去年106学年度，那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关心我的小朋友。那我从去年，我的小朋友是今年要升九年级的，要升九年级，所以今年一样，再一年就要毕业了。那我觉得很开心哦，在北青国中小朋友在这边念，那个全方位。玩也玩得开心，念书也念得开心。那我们当中里面有很多七年级的学生家长，那也有八年级、九年级。那每年一次的这种大会啊，其实大家都很开心，我都很特别的参与。那我啊，觉得特别感谢我们校长。其实各位家长应该都可以看到到处的新闻，如果你有在关心教育的新闻，会发觉这个台中市的公立学校，台中市包括台中县，就有因为台中关，现在很多台中市。来说这里面，大家出去啊，大家在看的，还有包括徐吉春校长在这个怎么好怎么好，那个自己做的好，莫跟你讲，哎，我看了很多，好，那我这个，所以我们今年各校几乎的七年级的入学啊，很多也在少子化，很多学校都学生都变少，只有我们培训活动的人数是这个逆向成长，那个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校长带领我们培训活动的团队，在这几年非常的成长，真的非常大。我们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那当然，我们家长会也跟学校的配合也非常的高。那我们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帮我们学校做最大的后盾。那徐校长他有理念非常好的带领我们，等下他会介绍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我。公立学校的被减下去，真的是。刚刚我们如果没有说进步，我想进步幅度，进步幅度低应该是北青国中。哦，那我真的是，当我们家长的女友荣焉呐。好，那我话不多讲，我也谢谢大家来参与这个大会。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校长来介绍这几年来每年的北青的一些成果。好，那个我们很放心的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北青国中。好，谢谢大家。就是说，在座的家长代表，我想你们会来这里参加，都是很乐意来帮家长会。那大家都成为这个家长会的一份子，给学校支持哈。那我们希望你们在下面这里勾选一下。去年刚我们有那个有报告过，我们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去年的整个家长会的经费的运作，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经费花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学校办了很多活动，北青能够今天哈是学校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各项的竞赛都很好，表现都很优异。那我们也强力的赞助他们啊，不管游泳比赛啊、机器的比赛、各式各样的各处室的活动啊、特教班的，我们都能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长去帮他们支持的啊。欢迎我是你很好，我是李长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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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长